진짜 미묘치 다르. 我跟你说个好玩的，你知道我跟你说个好玩的，上次端午节回家的时候，我好些天我都记得我已经买票了，结果等那个什么对象去取票的时候，发现没有票，我才发现我当时是买了，但是没有付款。 还是那个什么，还是这个什么材料不好，它上次那抠缝进了，材料不好。OK。我先开始，不想关。我得去加油。后来我不研究，我以研究后边的，我研究别的了。我。你能一会儿讲吗？好的，谢谢。你能一会儿讲吗？哎，我打吧，阿娇，你能一会儿讲吗？不用不用，谁先讲给我？ 因为你现在行，行，走吧。啊，就往起踩了。不是，就是撞倒了。立住，撞倒了。有，他那个鼠标不咋好用，这发急了一天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。你等着，快点。你，我也急呢。 怕你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多照顾。开始啊。他那个你不用管，这些都不用管，太费你没。我们行的，我们啥都可以干。 我们能行的，我们一年赚500万。我说不是传销。<笑>那你是啥？不是传销。行吧。行，咋了？你今天还下来了。 你把它听起来。嗯，我可以存起来，不然下次还你这孩子再变。嗯。就几套身上。 一会儿你这刚拿过来还没录嘞，就没事儿动了。要热爱工作。对啊。虽然这工作确实很烦。来吧。好，可以。来了。哎呀，颜色够黄的。很黄啊，很暴力。 打小一点的。